老师那个断线忘记录影了哈，不过我们先至少有录到贴边胶带哈。好，看老师红色的地方哈，红色的地方就是有没有刚讲的往颈围往下哈，往下贴。本来黑色是我原本的贴边胶带嘛，然后往下贴哈，往下贴贴边胶带。然后往下一公分好，但是前面要往下两公分好，前面往下两公分好。然后因为袖口要比较大嘛，好，本来袖口都是黑色的哈，我要把它大往内好，1.5好，1.5公分哈，把它贴一圈好。然后加因为洋装嘛，好，洋装就是这边要比较开，有没有？好，所以我往旁边。往旁边贴五公分哈，这边我以黑色公主线为主，我往这边贴五公分哈，所以我这边也要贴五公分。后面也是一样，后面就是以公主线为主哈，下来。等一下，我这个我用珠针戳一下。以公主线为主哈，这边贴五公分哈，这边也是贴五公分哈，把它贴好。然后因为贴边胶带它会翘起来，所以用珠针固定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是说要找那个，刚才是有贴一个前斜边哈，所以我老师现在贴那个前斜边的贴边胶带。就是这样，先这边是，这边是往这边五公分哈，所以我这边斜边哈也要往里面这边五公分，因为我要找它的中心点。好，大概贴一下。都贴了哈，然后我们现在要找它的中心点啊，就是这两边哈，这两边的中心点，好，要贴一条直线下来，好，老师直接抓哈，好，这条线呢，就是我刚刚讲的后斜片哈，后斜片的那个。布的中心点啊，要对的地方。好，有看到哈，就是这两边的中心点哈，把它贴下来。这样我们贴边胶带就贴完了哈，再看一下哈。然后下礼拜老师就会示范前片哈。今天这样教的有没有问题？好，没有问题的话，就在留言板上打上你的学号跟姓名。好，我们今天就上到这边了。好，今天就是讲解。好，就下礼拜见了哈。下礼拜我再示范。好，谢谢大家。打完了你就可以先下线了。